兄弟辛苦了，来喝水。滚啊！绿头大哥，小黄鸭妹妹，烦死了！你没看到我在讨论事情吗？那你们讨论完，可以给我先拍个视频吗？你拍的这些视频有什么用？会有人向你光吗？你就是个拖油瓶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可是一个团队呀！给他拍视频有什么用？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他。我相信他。来，兄弟，我们一起加油把舞蹈跳好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喜欢我们的。谢谢你，我会加油的。贝利亚、邪恶迪迦，你们要去哪儿？我要回光之国了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难道你忘了我们的梦想吗？哼，梦想？我们每天努力跳舞发视频，会有一个人喜欢我们吗？啊！可是我不甘心，我们努力了那么久，就这么白费了吗？好，那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这次还没有人相信我们，我们就彻底解散。兄弟，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上个视频根本就没有人看我们，还有人说我们是小丑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难道我们的梦想就那么一文不值吗？哼，梦想？你舞蹈跳得没我好，拿什么和我斗？还谈什么梦想？我们 PK 一下，如果你能赢了我，我就选择留下来。好啊。兄弟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走了，我要回 M78先去找托雷基亚他们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难道你忘了我们的梦想吗？哼，梦想？我们每天努力费尽心思去拍这些视频，到最后根本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们。可是我不甘心，我们努力了那么久，就这么白费了吗？好，那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这次还没有人喜欢我们的话，我们不仅解散，兄弟都没得做。会有人喜欢我们的。粉丝们都说我舞蹈就是个笑话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光了。没有关系的，你再给我们跳一遍嘛。我相信一定有人相信光的，一定有人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 DJ Remix。兄弟，我要回 M78线了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兄弟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站住！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我和你在一起已经没有前途了，我要回 M78线了。我们好聚好散吧。
难道我们的梦想就这么白费了吗？盖亚，我们的梦想还有几个人看，还有几个人喜欢我们？就算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们，我们也要坚持下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梦想。好，那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这次还没有人相信光的话，我们就彻底解散。好。我们每次拍视频你们都在诋毁盖亚，他这是真的要放弃了。给我站住，难道就真的要放弃了对吗？我已经很努力的在拍视频了，无论我再怎么跳，他们一直都在嘲笑我。没事，被人嘲笑很正常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你们再给我们跳一次吧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相信光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难道真的没有人相信光了吗？盖亚哥哥，我相信光，我们只要努力把舞蹈跳好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我们的。好。兄弟辛苦了，来喝水。滚啊！大哥喝水。小黄鸭妹妹，烦死！没看见我在讨论事情吗？那你们讨论完，可以给我先拍个视频吗？你拍的这些视频有什么用？会有人相信光吗？你就是个拖油瓶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可是一个团队呀。给他拍视频有什么用？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他。我相信他。来，兄弟，我们一起加油把舞蹈跳好，我相信他们一定还会喜欢我们的。谢谢你，我会加油的。 DJ Remix。兄弟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走了，我要回 M78先去找托雷基亚他们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难道你忘了我们的梦想吗？哼，梦想，我们每天努力费尽心思去拍这些视频，到最后根本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们。可是我不甘心，我们努力了那么久就这么白费了吗？好，那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这次还没有人喜欢我们的话，我们不仅解散，兄弟都没得做。会有人喜欢我们的。DJ Remix。
我真的好喜欢他，怎么办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我刚看你从那里走过来，心情不太好。我喜欢的人就在我面前，可我没有勇气去面对他。是他吗？嗯，对，爱是需要勇气的嘛。这样，我帮你去吸引他的注意力，后面就看你自己的啦。那我该怎么报答你啊？没事，有缘的话多多看我们哦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怎么了？几年前你说过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一定会火起来的。可如今我们视频也拍了，舞蹈也跳了，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我们。我们解散吧。可是我不甘心，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，就这么放弃了吗？那我最后再陪你跳一次，如果这次还没有人相信我们的话，我们不仅解散，兄弟都没得做。大家好，我是盖尔哥哥，今天带着我的团队给大家来一段舞蹈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兄弟们，上才艺！算了吧，粉丝们嫌弃我舞蹈跳得难看，小伙伴也离我而去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我们了。等等，你就这么放弃了吗？那你的粉丝该怎么办？他们对我们多伤心啊！你能不能最后再为我们跳一次舞？我相信他们一定很伤心的。好。将爱买醉 Remix。上次我和他跳的舞蹈，粉丝们都说不好看，他说永远都不会相信光了。没有关系了，我相信光，你们再来跳一次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。粉丝们都说我舞蹈就是个笑话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相信光了。没有关系的，你再给我们跳一遍舞蹈，他们一定会相信光的，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你快看，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相信光。走，咱们去教训教训他。站住，这不是跳了舞蹈也没人相信光的高尔亚吗？我看你挺不爽的，要不然比一下。哎，居然敢瞧不起我。站住，你看看他是谁。盖尔哥哥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。你放开他，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呀。只要你和我们老大比一下，我就放了他。比就比。
驴头鱼，你赶紧放开他。该呀，你为了一个粉丝，你值得去保护吗？我们身为奥特曼，就要保护每一个人不受伤害。好，那我倒要看看还有多少人会相信光。好啊。腿受伤了，已经跳不了舞蹈了。那好吧。等一下，小姐姐。盖亚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腿没事，粉丝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现在就给大家来段新的舞蹈吧。DJ Remix。小黄鸭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我和你在一起已经受尽了委屈，我一天也不想待了，我要走了。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。难道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就那么毫无价值吗？可笑，我们每天顶着个大太阳拍视频，根本就不会有人看的。难道我们的感情就那么一文不值吗？如果你跳舞能赢了他，我就选择留下来。好啊。 DJ Remix。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光了，不要在这里自导自演了，赶紧离开吧。盖亚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哎，现在大家一直都在嘲笑我，我可能要离开这里了。我们好聚好散吧。你不要放弃，你还有我呢，我坚信还是会有人相信光的。真的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好。真的好喜欢前面的小姐姐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喜欢前面的小姐姐，但是我不敢去表白。是她吗？嗯。爱是需要勇气的吗？这样我也不好让你知道她。那我该怎么报答你啊？没事，有人给我点个赞哦。好好好好。我不甘心啊。别叹气了，走吧。盖亚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可能要离开这里了。可是为什么要走呢？现在大家已经不相信光了。我们的舞蹈也没人喜欢了。不，大家都相信光，再来给他们跳一次，我相信粉丝一定会喜欢你的。 DJ Remix。根本没有人相信光了。
放弃吧。难道真的没有人相信光了吗？盖亚哥哥，我相信光。没有关系，你还有我呢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保护到跳好。好。哎，我真的好喜欢前面的小姐姐啊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喜欢前面的小姐姐，但是我不敢去表白。是她吗？是的。哎，是需要勇气的吗？这样我有办法让你追到她。那我该怎么报答你啊？没事，有人给我点个赞哦。好。粉丝们都说我舞蹈就是个笑话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光了。没关系的，再为我们跳一次舞蹈吧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相信光的，他们一定会支持你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给大家更新视频，腿都扭到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光了。你如果不跳我就取关你。哎，不要走，那如果我跳的话他们还会相信光吗？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相信光的。好。加入黑暗吧！住手！鱼头鱼，我的粉丝内心不会像你一样黑暗的。看到吗？就这舞蹈跳的没有好，粉丝也没有我的东西，这是在干什么？我们相信光，我们粉丝也相信光。盖亚哥哥，不要跟黑暗作秀，我们都相信光。再给大家跳一遍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欣赏你的。好。兄弟，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上个视频根本就没有人看我们，还有人说我们是小丑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难道我们的梦想就那么一文不值吗？哼，梦想？你舞蹈跳得没我好，拿什么和我斗？还谈什么梦想？我们 PK 一下，如果你能赢了我，我就选择留下来。好啊。现在大家已经不相信光了，我们还是算了吧，咱们走吧。